耶，头部三六部，听过没有？来，完美。你结婚牺牲太大了。哎呀！你好，你好。然后呀？喂，110吗？这里组团欺负你小黄鸭。这是你的骗子。是垃圾吧，应该是，他叫分类。是垃圾，还是得拿木头。110吗？小鬼的兵吗？我好可怜，我的天。我不要吃。我不想去说一点点。你怎么这么胖啊？快扶我起来！